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玩《风云之天下会》。那我们现在要去什么？连城寨吗？那我们已经走到了，不知死活的东西。好，然后长大之后的招式好像也不太一样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火龙攻击变这样。然后基本上加入队友啊，我觉得除了猎风之外啊，就是其他人根本就不用练了。我觉得啊，因为练，因为其他人不是主要角色，加入队伍都暂时。哦，没有那招是因为我想没念力，我不想补念力，懒得用药瓶补。在一起。走路变慢了。嘿，步惊云，乖乖的老子脚下爬过吧。为什么走路变慢？哦，多了好几招。一，就是反应斩，一二三四，回神练气。看一下海上岛海好了，我不用选的就是，哦，这看起来是全体招式，海上岛海，哦，那我们看看其他招式。变化，翻云覆雨，欸，他有招式吗？没有，烂死了。然后披星斩月，哦，披星斩月也变了。这有些招式小时候如果先学到那些招式的话可能会不太一样，不过没有练到就算了。为什么走路变慢？为何又变快了？小子不想活了，竟敢闯我连城寨，当孤者死。哇，太霸气了。行云流水，看什么变化。哦，有每一个招式都变了，就小时候跟长大的时候的招式动画是不同的。好痛。OK， 悲痛莫名了。哦，有也有不同不一样。我们就直接跳过了，我们直接到剧情这边。OK， 好。嘿，好个步惊云，关起冷不防交出了。
要人辛苦老子这一关吧，接招吧！回声倒海，我不用点，不用点，全体招式不用点。不过因为全体招式打全部，所以攻击力有点下降。招数动坏太多了吧？打不到，有人生吗？人生，人生，哎，有人生吗？我不是买。哎呦，在这里！破！破！好多余的，好多余的动画。山倒海，好，还剩一只。哦，新招式，哦，不要痛，不要痛。你直接放这招，这招欢迎不允，它比较强。再跳舞，来转圈，转转转，哇！他在转的过程中，一枪都可以把他打败了。还没死啊！会不会宕机？应该不会吧，应该没这么烂设定才对。我可警告你，别在这乱来。这是新的小兵吗？小兵警告。
你要打放两次，两次或三次才会死。这人都是废物，虽然这样讲不太好，但是我想的是事实。哎，没听到。哦，啊，配个音哦。血蛮多了。OK。跑走了，追。微笑。经历人生。这里，我都躲到这里来了，你还不放过我？怎样？我就是不想放过你。好，再来一个。两发可以动吗？劳瑞伯吧，你要找人躲在山寨南面去了，求求你放过我。OK， 南面。OK， 我们快转。好，我们找到了，在这里，应该是他。恭喜堂主，属下心不如命，假意背叛，终能助堂主一举歼灭敌寨。判我者死。堂主，你曾答应我提拔我为飞云堂副堂主的，你要食言？嘿，可惜我早查出你私通外敌，图谋不轨，如今我将计就计，把你们通通一网打尽。你今日虽灭寨有功，但一个曾经卖猪求荣的人，又怎么能助我执掌飞云堂？但是你毕竟答应过我的，岂可言而无信？你死后，我一定会追封你为副堂主，可以瞑目了吧？哦 ，OK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不过马上跟了这个，意思是他假意背叛嘛，然后一集就死了。我能看到招式哎。老夫是武尊，今日前来报你们天下会是我城主之仇，领会老夫的如来神掌吧。哎呦，你会如来神掌？真假？好，先不要杀死他，我们等下跟刚才一样，他拿对方招式。哦，要求哦。哇，蛮帅的嘛，不错不错。先给主角补个内力。再一集还能有个死。回击！
海绵，血这么厚。够了吗？招式蛮帅的，不说帅，快死了！我有预感，他快死了。耶，赢了！呼呼，不行赢，好个牌赢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躺平真的如来成长，也为权力使劲。有党的话，我们在南安镇再战一场如何？你敢来吗？一定奉陪。拜拜。哈哈，军舰真是痛快。嗜血狂傲，这才是当年威名正一时的邪影骷髅许汉天。许汉天，你受了多年的杀刑，今日已经恢复了，很好，咱们再来一较高下吧。堂主，属下不敢。你自从跟随我后，一直战意消沉，但是今日杀气之力，是我前所未见。倘若你不把握此机会与我一战，势必难还你昔日雄风。我为何竟会颤抖？难道我怕了他？我何必怕他？当日我屈身相随，无非只想找出他的弱点，然后伺机杀了他。但我跟他越久，越觉得跟他的距离越远。这些年来，我的战意几被消磨殆尽，我已经老了，不能再等了。步惊云，接招吧！哈，往日你一直卑躬屈膝，完全没有你邪影骷髅的气魄，今日终于能轰轰烈烈与我一战，我已经等了好久了。少说废话，就那一件是我潜心苦练多年的一世绝技——万魄孤魂。那为什么你当我对着的时候都不用对招？你就拿个棒子在捶人家而已。你看，一样嘛，拿个棒子捶人家。哦，多的呢，不知道是真的蛮好笑的，蛮好安全的，真的不攻攻击。你杀了我吧，但你惨败在我手下，我的遵守是诺言才做的仆人。你表面上心甘情愿任劳任怨，但是我知道你包藏祸心，对我仍有恨意。可是我毫不介怀，纵使是虚情假意，这些年来也算是关怀备至，替我分担不少烦恼。你走吧。陆金云，陆金云，皇你一向自命举虚敌人，绝不需要知己。但是如今你竟然对我这假知己还如此珍惜，真是可悲啊。师兄被派往风溪村办事，我就先去风溪村的客栈找他，再去南安镇找四五镇长那个老匹夫吧。OK。为什么这边都很慢？步惊云，临时吧，我还要再打一次啊！好了，你们这快转啊，快转。好，那我们要去那个什么风溪村吗？风溪村应该在这边。喂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哇，你救命还是那样走的啊？哇！杀无赦！哇，好多人！哦，暴气太好了！
侠这封信交给乾坤宴。乾坤宴，此人已死，有事烧纸。那我们去客栈吧，是这个吧？那客栈，对，应该这里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风为了救双哥而受伤，双哥已先回天教会向师尊复命，便要我留下来照顾风。自从跟你分别后，我便一直那么难受，挂念着。我不能失去你，抱抱。哦，这应该是聂风吧？你也是咱们大嫂，以后得尊重点，别给人在背后说话。风，我别说了，我以后不想再见到同样的事。云，我还有事要到南安镇去，你就先回去休息吧。哭哭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孔慈。啊，这边有个被锁住了。然后这个游戏有一个奇怪的地方，就是宝箱被锁住的话，可以用营养去开。啊，有没有啊？这个还是蛮特别的。然后拿到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，烂东西嘛。哎，还有什么？刚好拿到一个。啊，这个哦，解除昏迷症，真的是烂东西，呜、哦，烂东西。刚说到蓝恩镇嘛，好，我们快转。好，然后我看完攻略是说，进蓝恩镇客栈，然后再出来应该就会有东西了。哎，真的有，动荡，叛徒断浪。天下会寻你多年不着，想不到今天你自行送上门来。哼，当年的屈辱从未忘记，这次正要叫你一场惨败的滋味。他手上是火灵剑吗？四五尊，原来你们是同一伙的。好，你们有本事就一起上吧，尽管使出来。今天让你知道，当日一战。你是技不如我，今天也是一样。放心吧，步行雨，段娜和你的决战，我们不会插手。炼气回神那是干嘛？我们看一下，回血。好像很强。443D， 那炼气呢？炼气就回血了。那调血就回血，那都是回血。他把击有点蠢。哎，噗！应该快死了，悲痛莫名。他扛我越来越不痛了，应该是快死的前兆。莫名真是烂招式。耶，赢了。
五金云的等级还在哪？我竟然又输了，五金云，我段浪不会永远输给你的。段浪，那也要五金云能过了剑圣前辈那一关才行。我看你是没机会证实了，走吧。哎，走错。然后攻略是说，跟着他们走，走去哪？哎，看到了。老先生有何惠顾？请随意看吧。这些木剑雕工精细，倒是别致。要多少文钱一笔？三文钱。三文钱便可杀掉一个小辈，实在太便宜了。好，我就要这一笔。哇，哪呀，怕你啊？看看都剑圣啊。473D。哇，断剑绝啊。这场是打不赢的，所以我们就不用特地靠内力跟他打。反正你打不赢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吼！顾金云终究不敌剑圣惊世骇俗的圣灵剑法。耕于心计的段浪深知步惊云对凌云窟有着很深的恐惧，为了折磨他，所以谏言剑圣不杀，而将其囚于凌云窟。身心受创的步惊云，同时也成为天下会不定时爆发的危机。GG。此一同时，剑圣一般的人正前往天下会，准备为无双城讨回公道。这就是无人敢冒犯的雄霸宝座，我看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嘛。臭小子，竟敢冒犯雄帮主天威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，还不快下来！终于来了，大胆断浪，若不速离帮主九五之位，必叫你死无全尸。九五之位，哈哈哈哈！那张椅子又破又旧，坐坐又何不可？本少爷雅兴一致，随时都可以上来享受一下这份天下美景。要做当然不难，但若要做得长久、做得稳，就必须有真才实学，亦是最难之处。段浪，你若想用这个方法激怒我，未免幼稚的很。好个雄霸，果然城府深深啊！你们看，是剑圣。雄霸，今日我以剑为战书，七日后势必再来决战天下，以夺回昔日无双城所失的一切。你好自为之。文丑丑，火速找到风云两大堂主回来，不得延误。遵命。难怪师尊刚才按兵不动，原来是怕风云不在，并无必胜把握。这柄剑是无双城的镇城之宝，又是剑圣随身之物，为什么他偏要留剑于此呢？啊，剑锋上竟有这么多缺口！剑锋上的21处缺口，显然是因剧烈撞击所致。且每处均是每次圣灵21剑破绽所在。师尊，剑圣素来隐居无求，这方重踏江湖，虽正言为无双城向掌门寻衅，但又要留剑7日进献落点，真是动机难测。我亦正为此事烦心。剑圣已是举世无双，普天之下，究竟谁可将他的剑灵二十一剑悉数尽破？也许还有一个，那会是谁呢？无名吧，应该是无名。啊，这
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是我爸给建成那个老匹夫。这是凌云空，火麒麟。不行，我要赶快离开这里。放我出去！啊，云师兄，放我出去！三师弟，快替我解开铁链。能将云师兄如此困住的，想必是剑圣所为。幸好让不够安危向我报信，我才能来此救助云师兄。看来让对我们还是有心的。不能再等，我求你快放开我吧！求求你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云师兄，当你我父之死，就你一个人知道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：家父究竟被谁所杀？啊，当年。是火麒麟，火麒麟，快放我出去！云师兄，我们也立刻回到天霄会去。江湖上传剑圣等人弃日之后，将会不利于我天霄会。烈风加入。OK， 那烈风的话，我们就给他好一点的装备。气的话，这个好，先拿这个好了。然后头要带什么？啊，这个好了，28等。哦，风卷残云，狂风暴雨，哦，惊鸿一瞥，哇！好，那。这集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左下方的图片跟那个红色小框框按个订阅。那也欢迎到我粉丝页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这集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